来份吧，挺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又开始逛大集了啊。身后是房山大安吉大集，每周六周日的上午，咱们逛一逛。这人太多了。大叔，我要一捆儿。轻轻的我呀，变成了糖葫芦。哦，便宜了，5元一袋，10斤。来一袋吧，便宜袋吧。这个3块钱一袋，更便宜，3元一袋。要5斤的，6斤，也够5毛钱，都够5毛钱。本地的黄瓜，这黄瓜咋卖呀？哪个呀？这1块钱。1块钱一斤。就没了呗。没有。这大蒜咋卖呢？55，100头呗。这茄子咋卖呀，老乡？2块，2块钱一斤。黄瓜也2块。来了，一双10块钱，这么便宜啊？够便宜的。桃吗？这是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大杏跟桃一边大。这个。哎呀，这杏跟桃一边大。10块钱一斤。这个大杏咋卖呀？10块。真好，大杏。啊，这个挺好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会飞的小燕子啊，转圈小燕子。啊。好玩吗？挺好玩。这个看看棒子咋卖？太酷了！咋卖的这棒子？10元8根。没有白的吧？对对对，您这么画。小西瓜8毛了，便宜了。真便宜。你粉丝来了还打折？还打折呢？必须打折，10元。这打折还挣钱了吗？不挣钱，自己家的。这西瓜皮儿，看看这小西瓜，真薄。我媳妇看你这个看很久了。感谢啊，感谢观众。我没来赶这集之前，我媳妇就一直看。啊。对对对，微信支付宝都行。伟哥在北京。啊。因为我以前在那卖橙子的时候，我媳妇接着。啊。唱不着就瞎唱呗。感受一下气氛，从哪儿过来呀？河北啊。今天西瓜咋卖啊？比西瓜现在都6毛了，6毛了，又便宜了。这家整个大西瓜了啊，1块钱一斤。哎，这个挺好啊。本地棒子，本地棒子，人家里边产的。这个多少钱呢？大羊粪的，10块钱7个。10元7根，这味儿真香。都是现拍的，你看这叶子啊，这叶子还鲜着呢啊，真鲜呢。这鲜的，10块钱7个。大庆抢了，他就是一个掉地的。大庆1块钱一斤，对，不是掉地的，咱们县城处先摘的，掉地，对，我们掉地都不捡，真便宜，都不捡，你放心，我这咱这不叫什么，买2块了吧？他家更便宜，10块钱10根。今天卖西瓜的真多。10块钱一袋。随便吃啊！这咋卖呀？多少钱呀？这磨的？有10块的，15的。大瓶的15。
啥玩意儿五块钱一袋啊？小西瓜雕洋花，五块钱一袋。好家伙，今天这西瓜太便宜了，五块了啊！啊，五块钱一袋。五块钱一袋。哎，你好，大煎饼。咋卖的英啊？18/24，25个。涨钱了。青春淡水帽，太阳帽15块两个，短裤15块一条，圆领短袖15一件，带领 T 恤。15元2双，特价春节单15元2双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10元5件，10元1袋，10元1袋。我赌一算大赔啊！现在还没熟呢，我这俩脸全是这么绿的，这一夜就成这样。芒果3斤10块，什么鸡啊？盐焗鸡。盐焗鸡，这个咋卖呀？26斤，叫柴鸡。26。微信。虾，当天吃虾，活虾的，20块钱。这虾放心吃，你看着了吗？20，咱这大虾啊，20，对，就这便宜啊，产地不行，这还活着呢。你这现在吃，冻上咱也得这多少钱？多不算呢。谁是您的吧？20块钱。您这听我的，13块钱上哪买去？这家13块钱，还好一个活着呢。吃啥去？死的便宜。实际上您全卖走更好吃。咋卖了今天？大茄子，大茄子10块卖8块，15两袋，4斤。15两袋。地价有点大，你说。这个一千葡萄和一千葡萄啊，那个大，少钱吧，钱肯定要少啊。咱拿一个不拿走，把鱼包给他装上啊。那前面再拿个袋子，要什么分量？要分量，我这准斤准两，还不差分量。对，定个他就，我这一两不差。那25一条。那25一条，那30一条。小的25，大的30。把这条弄走吧，这条大。要几个？一个够吗？这条大。鱼怎么卖的呀？就拿这条吧。拿这条。就听我的吧。这个条大。哎，这一次60块钱。是是是。哎，那个多少钱一条？三十六。草鱼啊。死鱼啊。死鱼不要钱，死鱼，我这里一条死鱼都没有。我这里没有死鱼，他刚才刚死的那个都10块钱一条。我这都没有死鱼。多少钱一条？你看谁？那草鱼是吧？草鱼，哎，草鱼多少钱一条？草鱼多少钱一条？30一条。往家挖就礼拜6来，礼拜日不来。2块钱，批发价啊！来批发价，批发价，来兄弟批发价来！来好兄弟，来批发价啊！能看到自己吗？我有13斤。我一袋10块钱，嘎巴那么贵，还铁。
回家放两天比这口感还好，十块钱一刀。啊，这西瓜七毛了。一块钱一个，这块真是一块钱一斤。今天卖西瓜的特别多。八块，老姐，八块，不卖十块了，两兜子十五。啊，两兜十五。今天给咱家网友看看猪肉咋卖啊？牛肉。排队抢，你们他哪个？你们一年这牛肉多少钱？就这点肉，就这点肉。牛肉多少钱？牛肉二十五，牛肉二十五。这全是卖猪肉的，看看咋卖？今天咋卖呀？十七，没了。十块，十七一斤，前段时间卖十八。要不然这么多了。真是黑猪。哎，你好你好兄弟，咋卖的今天？啊？咋卖呢？十五。十五？你这便宜啊？啊？他那便宜，黑猪。今天有点肥。啊、肘子咋卖呀？肘子十三。没了。没了，就这点。多少钱了今天？十六。便宜了。大点。看看这大眼珠，哎呀，好家伙！前腿。好家伙，这猪肉。这也太肥了，这几百斤啊？这猪啊。四百二十斤，咋卖的今天？今天卖的肥点，便宜卖了吗？15-16。十五十六。哎，大家这一巴掌还厚。一巴掌还厚，对。啊。哎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今天行，哎、今天太可以了。可以吧？太可以了。哎，这大彪子。八刃哈家，气质彪，气质彪。这有白猪黑猪啊？黑的。黑猪。黑猪。啊，这把蹄子上跳黑。黑猪肉，肥一点过价了，纯粮食猪。这家太肥了，这家。真的。啊，肥的，纯粮食猪。怎么吃来的呢？一巴掌厚。大哥，我们多长时间不宰这样的？那会儿不少宰这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快。那会儿我不少宰，现在就少了这种。就那个闹着哭。这猪都好，这太好了。这天也太热了，马上要回家了。短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别忘了点点关注。